我们现在去吃饭喽。阿一墨，姐，老板，咦呀，去吃串串，乐山的特产。姐姐要请我们去吃，帅哥节目，下一次你们来到乐山了，联系我们，我们一起去吃哟。这里好漂亮，看到没？姐姐，我们两个在点菜，看一下，都菜菜哦。好新鲜哦。对呀、啊。这里乐山的串串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哦。嗯，鸡爪，哇，好多菜，好多好多，对，这几盘都是好长，对对对，